用歌声再演一个角色，就是他自己私下里做不到的那种外放型，嗯，通过音乐表达的，嗯。哇！谢谢花花。哇！华晨宇绝对是下一代的中流砥柱级的歌手，男歌手。我现在已经是他粉丝了，又会写又会唱，翻的也特别好。关键舞台那种放松和爆发，没实力和自信，这是这演不出来。其实这种孩子必须夸，还得夸他太少，还夸的还不够。嗯，哇，难得客厅里面没有人，跳起来。等人来了就不跳了，不好意思跳。我刚刚听到花花唱的时候，我让我想起了一个对子，上联是经典有机浓郁醇香，下联是歌手开春新生夺人。那你们说横批是什么？你怎么一猜就知道是六六六？是谁？我这上面就写的六六六。还给人看手卡。好了好了。